为了奖励彰化县国小优秀毕业生，肯定学生多元表现，彰化县政府18号伫鹿港文创会馆举行彰化县107学年度国小应届毕业生馆长奖颁奖典礼。馆长惠敏予以颁奖，并且祝福所有毕业生勇敢追求家己的梦想。馆长是颁奖表扬县内国小馆长奖的毕业生。馆长表示，得到馆长奖的同学拢是彰化县内上优秀的学习楷模。有诶，虽然生活较困苦，学习历程比一般的同学搁较辛苦，但煞会当努力向上，成为同学的楷模。今天是我们这个县长奖的这个颁奖典礼哦，总共有7大个指标，559个学生获得今年的一个县长奖哦。那我们的学生都是非常的优秀，甚至呢，有的呢可能克服身体上的障碍，或者呢家庭的状况他要比别人更加的用心哦，才能够得到这个县长奖。那在这边除了恭喜他们能够得到县长奖之外，也祝福他们未来在他们国中的学习过程中能够更加的顺遂，能够呢更有收获。那在这边恭喜我们所有毕业的同学鹏程万里，那突破自我，再创佳绩，事事顺心，美好彰化希望城市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教育力就是竞争力。馆长希望借由馆长奖多元的奖项，甲公开表扬颁奖仪式，强化学生的多元能力，肯定学生多元表现。希望所有毕业生拢会当累积生命丰富能量，未来成为国家的栋梁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鹿港采访报道。